六婆，你叫佢哋放晒村女，胡闹成咁，成咩体统？系。行啊！喂，你哋好放开晒啲女仔啊！你梗系做人做得唔耐烦，定嚟？你管老子嘅闲事？系啊。啊，你头上面两粒珍珠都几靓喎。相公仔，不如今日老子一齐走，有福过你享嘅。 不准留下山口！一时唔记得问佢把倚天剑边度得翻嚟噶，呢班人。 已经真可疑啦！嗰个少年明明系女扮男装，嗰四个人嘅战术咁奇妙，唔知系忠于门派人物喎。大把倚天剑点解喺佢度咧？最衰嗰个女扮男装个少年行动咁敏捷啦！如果唔系捉佢翻嚟问下咪清楚啊？吓，边个唔识讲啊？ 几位客官，刘盏啊，有冇客房啊？有，请。请张教主留步。张教主，点解大哥唔知乜鬼鬼？弊主人仰慕明教张教主，你人合高义，特命小人邀请各位读弊装揭色，以表阴敬。唔知贵主人点称呼咧？弊主人姓赵，名不敢擅称。 承蒙贵主人不弃，系我哋嘅荣幸。不过晚辈既然打搅不便，各位系当世英雄，弊主人心仪已久。今日你哋路过此地，点可以唔奉上三杯水酒嚟疗尽地主之谊啊？好，既然系咁，我哋就却之不恭。多谢张教主。小超，你留喺度等我哋。张教主请。 明教各位豪侠今日驾临六柳山庄，真系逢不生辉。张教主，杨佐士，恩怒前辈，为福王，请。哇！你点识我哋名啊？明卜先知噶。明教群侠名满江湖，有边一个唔知道？近日张教主喺光明顶一战，仲以绝世奇功威慑六大派，威震武林。各位东湖中原一路上都唔知有几多仰慕嘅朋友，又点少得小女子一人呢？ 夜市倚天宝剑神乜呀？集录说剑师赞之。汴梁赵敏，原来赵姑娘系汴梁人士，单名一个敏字，请张教主多多指教。赵姑娘不但文武全才，而且府中各人都系神箭射手，在下今日大开眼界。 等在下同各位介绍一下，呢位赵一双，呢位钱二拜，呢位孙三伟，在下李四吹，呢位周五雪，呢位吴六破，大家会过噶啦，呢位郑七面，呢位黄八衰，我哋八兄弟依次序排名就系双败委吹，输破灭衰。各位远道光临，弊庄诸多假扮，尚且恕罪。 而家就请各位入去里面用啲酒饭，我哋慢慢再倾。请。
包厢我。请。请。各位请坐。赵夫人，请。呢啲系肇庆嘅女精酒，已经有18年嘅珍藏，各位试下如何？请，请，请。呢啲菜肴系由一个新嘅厨师烹调，为咗唔想失礼大家，就等小女子先试菜，睇下味道适唔适中。呢啲山野小菜恐怕唔啱各位胃口噃。赵姑娘，你言重啦，嚟。赵姑娘，承蒙你嘅厚待，我哋明教上下都好感激。有一件事我想问姑娘，但我唔知道点样开口好。张教主又何必见外？我哋大家出嚟行走江湖，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各位如果唔嫌弃嘅，就交小妹呢个朋友。有咩吩咐垂询，只当竭诚奉告。既然姑娘你咁讲，在下就放心。我想问一问姑娘，你把倚天剑系点得翻嚟？自我同各位相遇以嚟，各位个目光都不离此剑，唔知系咩原因呢？实不相瞒，呢把剑原本系峨眉派灭绝师太所有，弊教兄弟写呢把剑下嘅，可以讲系不计其数，包括在下，亦都曾经俾呢把剑穿胸而过，险丧性命。所以我哋先至会对呢把剑咁关注。张教主神功无敌，听讲曾经仲用乾坤大挪移法喺灭绝师太手上夺得此剑，又点会反为此剑所伤？更听讲刺伤张教主嘅系一个峨眉派嘅年青女弟子，佢武功只系平平，呢点小女就更加唔明白。啊！当时对方出手太突然。在下未及留神，所以失手。各位周子若姑娘一定是生得好靓噶啦，系咪啊？姑娘取笑了。教主，你冇事吧？冇事。小妹不胜酒力，说话已经唔分轻重，再饮恐怕会失礼大家。我想入去换个件衫，各位请随便，唔使客气。失陪。請哇！呢個嘢啊，都幾信得過我哋嘅喎，成把倚天劍擺喺度，你睇下，哇，都咁輕嘅。有陣香味啊！係檀香木做嘅。楊哥士，你點樣睇啊？對呢把劍，教主，睇你去趙姑娘都係不懷好意，我哋都係早走為妙。怕乜嘢啊？我哋人多过人少，一于杀咗一个片甲不留啊！呢个六楼山庄，此正非正，此邪非邪，捉摸唔到系咩门路？我哋何必留喺度，处处受人掣肘咧？左少都讲得啱，我哋都系先走为妙。教主，点解唔问下佢真嘅倚天剑嘅效落咧？教主，依属下之见，呢位赵姑娘一定系有目的而嚟。我哋唔揾佢，佢将来都会一定嚟揾我哋。到时我哋咪明白咯。冇错，尤其是我哋而家有要事在身，无谓多生之战。倚天剑嘅事我哋迟啲先再查。走啦。好。好。啊！嗰位赵小姐唔知做咩揾把木剑嚟呃我哋啦。咩道理我都讲唔出。总之我觉得唔系咁简单啦。估唔到个大名鼎鼎嘅光明左使啊，经过光明顶一役之后，都变咗惊弓之。哎呀，救命！你搞咩事啊？
知道頭先飲多幾杯，頭重重。哇！哇！睇嚟啲酒真係幾百度，我飲咗啲都見有啲頭暈。喂，大家即刻盤膝而坐，唔准暈氣調息。快啲！我未翻嚟之前，全部人唔准散開。大柱，到底發生咩事啊？我嚟唔切解釋，總之大家一定要記住，無論個心點煩點難受，都唔可以暈氣調息，否則就會毒發身亡。記住，千祈唔好暈氣調息啊！趙姑娘，在下想同你攞一棵花草。多謝姑娘解藥，睇怕嚟時容易，走時難噃。張教主，睇嚟你嘅武功都係平平無奇啫噃。你喜歡我對珠花，即管攞去，唔使強搶噶。俾翻你。誒？點解唔見咗上面最大嗰兩粒珍珠噶？笑話，我唔得閒同你開玩笑。唔信你自己睇下。梗係佢故意整啦，想引我埋去。張無忌，你夠膽嘅就行近我身邊三步。隨便你點講啊，我自問唔夠膽，我怕死。咁算啦。今天就當我輸了給你，我也沒面目見我師父。張教主，多謝你成全。哎，姑娘，我勸你都是慳翻啲氣力把啦。上面用八條大鋼筋扣住，你人喺下面，就算用幾大力都是推不開的。不過你啲輕功都幾好睇啊。有冇笑？你想點啊？你不想死就開咗個結啩？你不用驚，我啲手下找不到我，一定會放翻我哋出去的。不過如果他哋以為我出咗裝，咁就好難講啦。咁呢個機關冇其他出口嘅咩？張教主，你真係聰明啊！機關有出口，唔知點樣困住啲敵人呢？有人落咗機關上面，一定會有人知道。你快啲叫人放我！我啲手下走曬啦。頭先你有見到其他人咩？不過聽日呢個時候，佢哋就會翻嚟噶啦。聽日聽我愛，你唔放我就即刻殺咗你！你殺咗我，就以後都唔使自己出翻去。男女授受不親，你捉住我想點啊？趙姑娘啊！我明教上下同你素不相识，又无仇无怨，点解你要处心积虑置我哋于死地？你唔明嘅嘢太多啦。不过既然你问到，我就同你讲。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？我唔知，亦都冇兴趣知。你究竟叫唔叫人放我？都冇人点叫啫，就算叫佢都听唔到噶啦。唔信你自己叫几声试下。只要我稍为用力，你即刻冇命。你好。你蝦我！我唔係全心欺負姑娘，我只係想你放我出去啫。我唔係唔肯放啊！好啦，我叫人嚟。嘿，人嚟啊！我跌咗落嚟，快啲開機關！喂，你而家睇到啦，根本就冇人。又喊又笑，唔知丑。你先唔知丑啊！堂堂男子汉虾个弱质女流。你系弱质女流？你诡计多端，比邪魔外道仲要厉害。多谢张大教主你夸奖，小女子愧不敢当。你想点啊？你应承放我就点下个头。你有咩话？你想点啊？我都是逼不得已，今天得罪你
你做乜嘢啊？喂！你放唔放我啊？难受咧，你仲放唔放我啊？唔放，就算换我一百次、一千次，我都唔放。你不如杀咗我啊！胡作难睇，你啲口水臭死人啊！人命关天，动粗我都要啦，你唔好怪我。放我先啦！好，我放你，我放你啦！得罪你同我再翻佢啊！都系唔使啦。我哋走啦，赵姑娘，头先我都系迫不得已，我喺度向你赔罪。既然系咁，我走啦，张某今日多多得罪。小超，点解会喺度嘅？家主，你翻嚟就好啦。点解你会喺度嘅？因为我下阵等得唔安乐，咪走出嚟揾你哋咯。点知嚟到呢度，就见到杨老爷佢哋坐晒喺度啦。我家主人请张教主收下榴莲。张教主，告辞。啊，系啊，快攞啲清水嚟，唔系佢哋就会中毒太深啊！头先佢哋已经饮咗好多水噶啦，嗱，我途中有啲阻滞，所以迟咗翻嚟，好彩仲赶得切，你哋好快就会冇事噶。姓赵嘅嗰个简直就系妖女，其实我哋已经好小心噶啦。佢點會落到毒咧？呢種醉仙靈符本身係冇毒，而張聰你手上面嗰把倚天劍係用海底嘅麒麟香木嚟做，本身亦都係冇毒。而呢兩股香味一齊撞埋嗰陣時，就會變成劇毒。我有九陽神功護體，所以先至會冇事。我以為我哋一定死緊，一定要見如來佛祖添啊！呢次都係多得小招。如果唔係佢及時攞水俾我哋飲，我哋就算唔毒死都渴死。因为中咗毒嘅人系特别口渴嘅，岂有此理！我哋揾个妖女算账。睇嚟嗰度真系六楼山庄。烧咗又点啊？我哋照追。佢连山庄都烧埋，一定系有备而。我哋而家就算身上嘅毒解咗，全身都冇用，追到佢都唔系佢对手。
子，今日经过咗咁多事，你一定好攰嘅。嚟啊，洗个面，早啲休息啊。小超啊，你依家已经系明教恩人，唔需要再做埋晒啲咁嘅功夫啦。但我中意服侍你啊。要你日日咁服侍我，太委屈你啦。啊，系啊，我有一样嘢唔记得俾翻你啊。你唔惊入边有毒虫、毒药或者暗器啊？好彩你提醒我，你企埋一边先。睇嚟个赵姑娘对你都几好喎，派人送啲咁贵重嘅珠花俾你喎。我堂堂男子，要呢咁嘅珠花有乜用？送我俾你啊！唔得，人哋赵姑娘对你一片心意，我唔可以代收噶。我少少心意你都唔理我请，咦？一个人都冇噶，明教张无忌带同杨逍卫一笑，专程上山拜祭。在下明教张无忌求见方丈。本寺方丈及同各位长老正在闭关静修，恕不见下。喂，佢系明教教主，佢亲身上嚟少林寺拜祭啊！你老和尚都唔见佢，系咪唔俾面先？啊！祖兄，唔好咁鲁莽。不见。既然方丈坐关，我哋又见空智、空性两位神僧得啦。不见。咁见达摩同埋罗汉堂嘅手座都得噶啦啩？不见。我哋一定要见。居然道到此，弟子本应礼待，但系各位长老尽在坐关，请各位下次再嚟。哎，呢位大师唔知点称呼咧？小僧不足挂齿。好，奇怪，呢个和尚嘅内功唔似系少林派嘅。韦福王拍咗阿寒冰面掌，我谂少林派嘅和尚都唔敢唔见我哋。教主，点解咁静嘅？我哋沿途入嚟，一个人都见唔到。李方佢唔系惊我哋匿埋秘密调兵遣将咩？所以想埋伏我哋。咦？嗰度有个断咗个禅杖头啊！教主，梁左四，觉得点啊？以前睇嚟。呢度好似发生过一场恶斗。张冲、彭和尚，快啲出去搵翻头先个和尚翻嚟。系，教主。我喺后边四围睇下，小心啲。系。一个人都唔见，当少林啲人俾人杀死晒。究竟有边个门派有咁大嘅本事？除咗我哋明教之外，仲有边个啊？小心，教主，唔见个和尚。头先个和尚一定系假冒，可惜我哋冇捉住佢。教主，罗汉堂每一个罗汉都俾人移动过。快带路。系。系个灭子喎。灭子？都灭绝师太嚟过呢度留低嘅。灭绝师太同少林派有个过招咩？会啊，佢喺光明顶同声同气噶，冇理由咁快出反面噶。睇埋其他神像。系系系。
朱少林，再灭武当，为我明教，武林清和。呢个系教我江东嘅毒计。佢已经咁样嚟教我哋明教啊！有办法将呢字全部刮晒佢，咁啊唔使俾人误会咯吓。而家刮都冇用啊！我有啲人唔系好明嘅，佢既然喺罗汉后边写字嘅，点解唔将罗汉背向我哋？如果人哋睇唔到嘅话，咁咪白费心机咯。一定有人暗助本教，将啲罗汉像全部移翻正，唔知系边个咧？先诛少林，再灭武当，再灭。各位，武当派系先苗出身之所，太师傅代我恩重如山。咁我哋而家即刻赶到武当救援，睇下到底边班九龙才做过好事。武当派而家大难临头，救人如救火。韦福王，你先行跟我赶去。教主，你讲路先啦，呢度我应付得啦。韦福王，麻烦你啦。有几多人上武当？快讲！呢条路咪上武当嘅，同呢班人就系攻上武当嘅敌人。系边一路嘅朋友，请报上名来。少林真人通像。有急事要见武当张真人大师嚟得真系唔着事啊！祖师爷自去岁闭关之后，至今已经年半啦，连本派嘅弟子都未见过佢老人家。咁请通报宋大侠啦。大师伯叔同家师与诸位师叔与贵派联盟远征未间未翻。哦，大师伯仲未翻？睇嚟武当派同少林派都难逃此劫。闭派嘅事务现今系由虚谷子师兄主持。小徒即刻去通报，请佢出嚟参见大师啦。请问虚谷道长系边一位嘅弟子呢？余三师叔嘅门下。咁老僧嘅说话，不如就同余三侠讲啦。系，谨遵大师吩咐，请。清风明月，法如被愿意，三师叔要出嚟啦。系。清风明月，你系边个啊？哎呀，唔认得我啦，我系无忌小师叔啊。小师叔，真系你？你冇病啦？我啲病好翻晒啦。唉，咁就好啦。太师本唔系嗰个师叔伯都挂住你啊。啊，系咧，你唔入去见阿三师伯？清风啊，啊，我想假扮你入去抬三师伯，睇下认唔认得出系我。咁。不是挺好的，有什麼不好？我只是想給三師伯一個驚喜而已，如果他見到我的病好，不單止不會怪你，還會很開心。小師叔說怎樣就怎樣，無非想哄三師伯開心而已。那好啊。啊，
點解係咁耐㗎？佢係邊個？依個係新收道童嚟嘅。咁清風咧？清風頭先扭親腳，我咪求其揾個道童頂替咯。咁，快啲入去抬三小叔先啦。係。山健師傅，是大師，請。少林派高僧光臨，貧道未能圓形，還請恕罪。小僧少林空相，參見武當前輩張真。大師不必多禮，請。張真，少林派今次慘遭洗劫，被魔教的人突然偷襲，是方丈、空文師兄以下，不是戰死的，就是被擒。得小僧一個人能夠逃脫，魔教大隊的人現在來緊武當，今日中原武林嘅全亡名誉就全赖张真人你啦。少林寺高手如云，点会遭到魔教嘅毒手呢？空智、空性两位师兄同五大派围攻光明顶以后，反被魔教嘅人挟持，被逼带领魔教嘅人混入本派，只令本派措手不及，一败涂地。空性師兄當堂殉難，我捨命不顧先搶回空性師兄的法弟。本派的大仇全賴張真人你代報。空相大師，少林武當滿時日。师傅，三叔叔，几位三叔叔，魔教大队马扎道讲话要见祖师爷，仲问考出狂远铲平武当山啊！傻，少林派急降波爷像嘅威力，果然非同小可。唔静养三个月，我都难以痊愈。明教大举上山，唔知远桥同连州佢哋点？但系我哋应该点做？你出去话俾佢听，我好快出嚟。系。生死胜负无关紧要，但我哋武当派嘅绝学却不可以因此而中断。我闭关十八个月，悟出一套太极拳同太极剑，而家我就传俾你啦。武当自从开派以来，在江湖上多行仁义之事，小弟我们不应该就此而绝。我这套太极拳和太极剑同一貫以來的武行有所不同，是要講究以靜制動，後發制人。我已經年過百歲，就算不遇到強敵，也都沒有很多日子在世。
值得安慰的，是可以在我睡梦之年藏出这套武功。但你身负全我生平绝艺的重任，就算武当今日输了也都没什么所谓，只要这套太极拳能够传诸后世，我们武当的威名就一定可以名垂千古的。好，师父现在就先传给你太极拳。我不知道。呢套拳诀窍系虚灵顶劲，含空八拨，松腰垂臀，曾肩醉酒十六次，顺意而行，追击用力，形神合一，喺呢度拳法原始。你练咗几多成？弟子如老，我只学得三四成。但是招式和口诀我就可以记得了。都很难为你的了。如果连州在这里他可以明五成的。唉，都是翠山五星最高，可惜他不幸早亡。我如果有多三几年功夫好好点拨他，他一定可以发扬光大。祖师爷，出现魔教嘅人话你再唔出去嘅话，佢就会放火烧道观噶啦。简直岂有此理！大伯，我叮咗你嘅说话，你咁快就唔记得咗咧？唔饮肉点可以服众呢？弟子跟住师傅教父，你全身残废，别人系唔会提防你嘅。你千万要戒急戒躁。如果我创制出来的绝艺不能够传诸后世，你就是武当的罪人了。这对铁罗汉是100年前国商旅客送给我的，你日后还给少林传人，希望在这对铁罗汉身上流传给少林派一项绝艺。这位就是我师尊张真人，未知各位今日上嚟武当有何见教？万生名教张无忌，拜见武林北斗张真人。宝刀出了期待，期待剑开，问苍茫大地上，剑伴谁在？为你寻遍八方路，想你心开，心已随风中笑影。
偷偷投梦来，迎入你全部豪放姿态。不知你不知我，谁武功厉害？剑是龙，剑是雄，腾跃万年万来。一朝了，千朝了，亮灯之